所共同组成的综合格斗战技队。
他们利用中语及客语的技能，我都时间不断的反复练习，希望能在今天为大家献上最棒的表演。现在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赛事队带来精彩的格斗表演。接续伸手刀、反刀、横刀、举提刀等刺激处，同样利用技术，运用灵活，灵觉的身手相提与制敌一击。他们都是在我们这边接受第二专场班训练的士官二专班，和我们教训的第三班师资们。各位可以看到，第一排的花色头巾都是我们的女光头姐。他们操持刀法的动作姿势也都相当利落呢。接下来所要操演的是夺刀术。魔训馆观摩和神话战场以及小型军品的一个参赛。